人间世纪四，四之四，而妻死之散人，旧屋之散木。将时觉而枕其梦，弟子曰：去取无用，则为涉何也？曰：密若无言，彼亦直记焉，以为不知己者共利也。不为涉者，且积有简屋，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，而以异喻之，不亦远乎？